公路有法三姐。好啦，继续我们的连胜顶级范范姐之路，281分。我们爬分就是爬得这么快，我们的顶级爬分速度目前14连胜中，直接迈入15场。这么久没见，我要看大爱心。可是我的双下巴也会出来啊！谢谢 Potato Girl 的10块钱，大爱心来了。蛮王，太水了，顶级范范姐又来了，蛮王没得玩。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人吧。想不到吧？急速打30%，直接普攻一。啊，身为一个蛮王玩家呢，我知道蛮王都不会那么早开大哈，我们就要用出其不意的额外伤害，让他开不出大绝，直接爆掉 W 被动，原地升天，蛮王。我有顺风的话，我觉得我一样可以出电刀、哦。我先出个这个，如果等一下他很牛的话呢，那我还是出陨落；如果他没有那么牛呢，我就出电刀。蛮王之耻，蛮王之耻啊！蛮王之耻啊！蛮王之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但他 CS 很稳的，他 CS 比我还多哎。你看他很会吃兵耶，这个人很少遇到这么会吃兵的人呢。居然能够不用被我这个顶级半半姐压 CS， 算是很牛逼了。Hello World， I New Spot 订阅成功。从胜利变成胜局。抱歉了，康特，蛮王是打不赢范范姐的。区区个蛮王，怎么是我们范范姐的对手呢？直接开通上单，范范姐惊人的实力，把把开通。啊，他换线了，这中路有法穿鞋。我屌秀哎、欸，我屌秀哎、欸，我用 Q 躲掉阿兔哎、欸，可惜还有一个开影啊，要不然我刚刚单杀阿卡丽了，可惜被吸奶。这范就很能秀人啊，不过德帅现在还在玩的话，一定也会玩范啊。这范现在太强了，我觉得。直接熬我没有办法哎、欸，要跟这个人对线只能出模仿。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刺客，然后他伤害也够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对线，除非我出魔法，换血换的可以哦。只是又如何？蛮王去打会战超烂，蛮王就是一个弱智，你看他们其他路就爆炸，因为阿卡丽本来可以去参团的，但是阿卡丽却因为蛮王很烂，所以他被卡在上路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爆炸，我没送就不错了。他火电要带了，我们只要被R到直接死，所以不要给他，没有办法对线啊，是不对。这把破口在我这啊，我不要给阿卡丽投就好了。阿卡丽想要滚球啊，我们不会给他机会啊。我们毕竟不是那些，我们不是那些路途的无脑僵尸，是不会随意给别人机会的。他的一，没办法，你没有办法躲他的一啊。好，可以很好。
全招都有呢，往哪里跑？阿卡丽他先R过来，我没有办法躲他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他R过来以后就贴到你旁边了，然后你就有压力，你一定要跑嘛。在那个情况下，你不可能一边往后跑，然后还要一边扭他的啊，对不对？他R已经贴到你脸上了，他还有个火箭腰带，你怎么可能还一边跑一边扭？这游戏是这样子啊，能不用操作我们就不要操作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我懒，是因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赢得完全没有风险。想要捞那个 AD 头没捞到， AD 的位置站得不错。我们用我们的大绝引擎进场，想要秀他们了，可惜。雪场，审判来临。看，真的是靠背啊！雪考真的玩不了啊，那一定得死啊，被他R到就得死啊，赶快走、哦！你边线遇到阿卡丽，被他R到就得死。发呆吧，我这把难得不敢带边线，因为阿卡丽的关系啊。安安，今天不好吗？大姐，没事啊。魔防装先卖了，我要出三项，我应该一样出孤儿战斧、啊，然后第四件装出四分默认吧。我可能只能打团了，因为不打团的话，阿卡丽太强了。干嘛玩什么？死一死啊！看影步履加寄居之矛，我就说吧，步履加寄居之矛就是很强的组合啊。红看影出也许也很强啊，就是啊。欸，不会被他一打二吧？你干嘛啦？有搞哦！你看影肥了，我等一下怎么玩？你们这个中野真的是太废了。什么水平？对哦，你们上头是为了要我拿 Pentakill 吗？到底是什么水平？无情范范姐，直接 Penta 乱杀，直接乱杀啊！我还是要出孤儿战斧，因为太影也很肥啊，两个刺客都很强，我孤儿战斧才能够带边线不会死。我出来太影应该会想抓我，啊、他们只能抓我队友，整容就好了。OK， 阿卡丽中了，阿卡丽没抓到人，他急了。太牛逼了！唯一真神范神，干嘛？就范能看。没死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、，AD， 很强哎、欸。本来以为他是丢高，没想到他是因为自己身上有 GA， 所以他直接操作起来了呢。啊！没想到他是因为身上带着 GA， 所以直接操作起来了。OK， 送分。紧急 AD， 难得遇到个有水平的 AD。大师长五杀迈向二十连胜是可以免费看的吗？笑哭了。谢谢光头小任的两张小朋友，真的都是免费可以看的直播吗？啊，就量他这个操作，我们给他一个爱心。哎，怎么越加越多了？从一场加23分变成加27分了，怎么两天就重回大师300分了？无情 Pentakill， 没有想到居然是在大师300分局拿到 Pentakill。我就说吧，这个蛮王遇到我们范范姐，直接被射成弱智，这没办法。如果是我的蛮王啊，我的蛮王遇到范也玩不了。
真的玩不了。范范姐真的太牛啦，这已经是我们人生最多连胜的一次了吧。没想到是靠范范姐，太牛啦。我玩范上路的时候还有人觉得我在乱教什么，我邪门上单什么的啊，直接15连胜，直接大吃300分。这些人是不是想要让我直接上精英啊？又选了个黑哥，你们黑哥是范范姐的对手吗？直接射烂你。果然15是个不吉利的数字。